三嘅王者骑兵啊！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二场赛事四番千二，十号大热1.8倍，前全万里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火箭炮流闸啊，万事欣快啦。今日再见到外边首席大胜啦，最出赤水神区啊，内栏咧仲有真精彩啦，包实嘅第五位咧，黄衫嗰只咧就系善全万里第五位啊。再变第六位中道会长之星，出边红眼罩街旺财啊，唔够快啊。尾五甜酒杯，尾四浅蓝衫咧就嗰只宜昌飞驹啊。后边三只王者骑兵啦，爱马剑就尾二蓝衫嘅，包咗落尾出闸慢咗嗰只系火箭炮嚟噶。好啦，对面直路中尾段赤水神区就带头，外边首席大胜跟前咗啊，第二位啊，内栏第三就万事欣啊，第四位黄衫白帽咧就系善全万里啦，再下一阵嘅嘛，内栏粉红衫真精彩，出边红眼罩咧三搭兜上去咧，仲有街旺财啊，马林中间咧黄帽红衫会长之星啊，尾五浅蓝衫紫色帽攞出去噶啦，就系宜昌飞驹啦，后啲嘅嘛，爱马剑都喺出边见噶啦，再后边先有甜酒杯王者骑兵嗰啲嘛，入正在直路前面透出咧，有埋边赤水神驹中间首饰大胜啊，善全万里亦都沿住个外档慢慢上紧嚟，再后边嘅嘛，仲有会长之星啦，出边宜昌飞驹。最出嗰只系爱马剑啊！最后100米到，善全万里已经抛离对手啦。咁啊，后边嘅马宜昌飞驹咧就一路杀上嚟跑第二啊，第三名嘅马首饰大胜啊，第四名系会长之星啊。咁啊，结果呢只善全万里咁啊，睇翻个赢马姿态1.8倍，咁就值啦。如果呢个姿态就后边追佢嗰只都系有啲蚀蚀地啦，宜昌飞驹，但系佢系冲得最好嘅一只嚟噶，跑第三名跟前咗首饰大胜，第四名会长之星。十号善全万里，咁啊，最后咧1.8倍啊，潘顿啊胜出今场赛事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爆嘅宜昌飞驹啊，史卓峰第三名，见到二号嘅首饰大胜嘅莫雷拉，第四名一号会长之星就是欣，最后1.8倍啊，咁姿态都好轻松啊，咁啊出咗嚟先，咁啊后边就宜昌飞驹啊追啦，咁啊对热门。哇！莫雷拉都跑得好啊，好快攝咗埋嚟啊，首飾大勝。好，一齐睇下第二场赛事嘅预计派彩，跑第一名系十号嘅善全万里，独赢派18蚊，位置派10.5；跑第二名系八号嘅宜昌飞驹，位置派15.5；跑第三名系二号嘅首饰大胜，位置派32.5；跑第四名系一号嘅会长之星，连赢八搭十派42蚊，三重彩十号、八号、二号顺序派451蚊，单贴派138蚊。位置 Q 八搭十派20.5，二搭十派66.5，二搭八派82.5。哇！潘顿顺利都帮你分翻赢啦。三紧一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12.5，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八号、十号派351蚊。咁四重彩十号、八号、二号、一号顺序派3895蚊。睇过晒啲预计派彩，睇翻第二场嘅巡逻影片啊！
起步咁啊，七檔咧，其實嗰啲王者騎兵都幾奇怪，閘前咧打咗成兩分鐘圈咧，但係起步係留住喎。咁啊，前邊就黃萬事欣走啦，最出邊就嗰只赤水神驅，中間見阿莫雷拉已經埋咗嚟啦，就係首飾大勝啊。咁啊，冇事冇幹咧，佢又會近嘅。內欄位置就真精彩啦，中間就善傳萬里，咦，繼續走出邊喎，阿佳旺財都係何炳年喎。跟住就會長之星啦，內欄位置就甜酒杯嘅。咁啊，包尾嗰四隻宜昌飛驅、愛馬劍、火箭炮同埋王者騎兵。咁呢场步速比较慢噶，咁头段啊慢少少唔多，但第二段都慢咗成七线几噶，两队夹埋都慢足八九线咁多噶。咁所以后边追嗰堆马咧就比较吃亏啲。咁啊前边咁啊胜全马咧就压咗个三四位啦，咁啊早发力，咁啊出咗嚟先，咁啊等人嚟追啦。咁啊步速慢咧就你都唔容易追到佢啦，咁快出咗嚟。咁啊嗰只宜昌飞驹。蝕咗啲排檔啦，咁啊落三唔走又唔得，因為步速慢啊嘛，一而出去走咧就俾人拱埋出去三四節咁樣走，咁啊結果翻嚟啊追唔切，咁啊只係攞翻條 Q， 咁啊其餘後邊嗰啲老莽兵就追得好啦，因為蝕咗慢步速形勢。第二場賽事到福榜完畢，位置轎派彩八搭十派二十個半，二搭十派六十六個半，二搭八派八十二個半。三揀一派彩，勝出組合係 A 一隔夜熱門派十二個半。四連環派彩，一號、二號、八號、十號派351元。四重彩，十號、八號、二號、一號順序就派3895元。馬步派彩，頭關六號，尾關十號派206元，頭關六號，尾關八號派60元。分段時間，頭段23秒9，第段23秒7，末段22秒52，賽事完成時間1分10秒12。